女星内衣代言大 PK， 像是连续五年抢下代言的杨谨华1300万入袋，还有连续两年代言同一家的隋唐也赚近600万元。至于有厂商则是寻找新面孔，包括像是找到了这富豪千金关颖来代言内衣，一口气寄出上百万的代言费。究竟谁最称职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杨谨华，杨谨华一袭低胸小洋装，优雅非常的蓝色，真的是。关颖穿着俏丽短摆连身裙，华丽特别招人，后方都狂扭腰摆臀，搭上杨谨华的招牌笑容，展现轻熟女的魅力。难怪厂商愿意用五年破千万的价码签下代言，也让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有机会把最美丽的关颖。关颖则是首都代言内衣，一出场黄色的蕾丝玫瑰小礼服衬托 C cup 浑圆美胸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，气质又性感。三人来个比一比，隋唐年纪最小，胜身材呢，隋唐小幅领先。关颖是富豪千金，胜代言费以杨谨华连续五年担任代言人，海血1300万最厉害。在感情方面，相较于关颖单身，隋唐老是和姚元浩分分合合，杨谨华和怀秋高调稳定的恋情当然也是第一名。今年夏天想要跟锦华一样漂亮真的不是梦哦。女性代言内衣各有各的特色，相同点则是事业线一个比一个深，荷包赚饱饱，真的是为事业再创巅峰。中央新闻陈广瑞、陈雨柔台中采访报道。